天狼星信息。一、关于内部邀请。通灵加布里埃尔，翻译 Nick Chan， 编译者来自天狼星的 Frank。 在你的潜意识之中有着一个倒计时，清晰地展示你最终转变的时间正在快速接近。这个内部的倒计时被带入你的潜意识，让你渴望更多的新闻和可见的事件。在你 3D 暂时的现实中，亲爱的 Eman， 是这个疯狂的等待为正常，由于产生的良好期望。但另一方面，你必须记住，你不能再离开内在平和的状态下前进。平和状态，这声明了会带你到达更高领域。是你的内在状态决定了旅行的道路，因此独立于外在的新闻和警报，你必须保持内心的平和。 Frank 祝不要被目前媒体影响了内在真实的感知。无意识的资讯让你有意识地感到某些事物正在快速接近，某些事物会在任何时刻显化自己，是你自我的一个警告，这样你就可以开始放下旧的方式。你在潜意识知道造物主的承诺都会实现，即使在你潜意识中一些情况试图证明不是如此。这些情况可以在电视新闻中看到，依旧被黑暗势力控制着，试图展现世界依旧相同，被暴力和混乱统治着。亲爱的 Eman， 一定要跟随内心，即使你不明白他试图传递给你的资讯，但相信感知信号。你人类头脑积极的一面说，是的，有着改变在发生，有着新世界在升起。即使你人类头脑的爬虫类一面说并非如此，这是肯定的。你知道你的世界正在改变，你无法否认，因为自我的力量使它更清晰。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多的人专注于头脑积极的一面，因此他们正意识到你周围从未意识到的事物。你头脑的一边被程式设计来让你从积极的一面中转移，就要失去控制，感谢来自中央太阳的强力发射。这些排放导致了小小的不足，导致了身体轻盈、柔软、眩晕感，还有漂浮失重感。 Frank 祝漂浮失重感，这是我今天清晨躺在床上所经历到的状态。这是相当正常的，随着时间的推移，千万不要害怕。按计划，一切都已经很好，和你未来将会有很多好消息。我们希望你能保持你的内在平衡和和平。爱的主权是回来，这一程就是所有的你。正如计划的，一切都非常顺利，在前方有着许多的好消息。我们希望你保持内在的平衡与平和。爱的主权正在回归，这是你们一起完成的。处于和平中。我是来自天狼星的 SLUSA， 正见证快速在地球上发生的改变，因此我们更加接近了。我们希望尽快的着陆，但你知道这并不取决于我们。地球母亲会给予信号，它首先得来自造物主。我们会在世界中所有主要的国家来问候你，这会在所有可见的领域传播开来。这个时间正在接近，你的内在会证实这一点，冥想并证实它。亲爱的家人，我爱你，我代表银河联邦的人说，这个时刻正被启动，当时间到来，我会很开心结束我的倒计时，立即启动一系列的事件，在多米诺的效应中，处于光中。加布里埃尔，谢谢 SLUSA。谢谢收听，感恩祝福。天狼星信息二：关于转变正在加速。通灵 Madad， 翻译 Nick Chan， 编译者来自天狼星的 Frank。
你的转变正在加速，你正开始感到你之内和周围更高的能量，无论在什么情况下。尽管旧系统依旧玩着它的游戏，伴随着一些强度，你总是感受到这个更高的震动，并不把自己锁在较低震动的回圈中。这是你的选择，我们急切地观察着你们提升自己，并给予较少的机会让较低的量影响你的存在。你越来越多被吸入内在的世界，被指引去充分感到和体验所有的内在改变，因为外在发生的一切都无法满足你对最更高知识的不断增加的渴求。它在你之内，你的身体已被改变，它可以轻易阅读和转移你所请求的切实部分知晓。你正为全知状态做准备，我们知道你开始对在内在寻找所有资讯感到舒适。你在这样的方式中收到更多的智慧，你之内更多的信任就被创造。练习它，因为这在你的整体改变中是有必要的，没什么比你更知道你接下来要做什么。你与更高现实的连接和体验正在增加，你可以看到这一点。如果你专注于某样东西，它就会被揭示给你，会带给你非常强烈和有力的喜悦与快乐。这在最舒服的方式中为你发生，因为我们明白你依旧在体验另一面的感觉，恐惧和愤怒。如果我们谈论这些感觉之间的巨大不同，这会在你的头脑中创造混乱。我们正仔细地观察着你的进展，正强化我们发送给你的能量。我们正与那些希望体验它的人加强联系，我们正与你分享更多，比你此刻所预期的。这一切都处于流向你的能量中，你的心正处理比以往更加多的资讯，你可以直接通过心跳来感受。记住，你所有的内在改变也在改变着你的肉身，能够接收所有强力的爱与光而不被淹没。你的肉身也需要清理所有旧的、通常经历的某种疾病或者痛苦。你也许忘记了你身体一些部分的疼痛，但你的细胞记得，伴随着你身体改变，你可能感到病痛，在你从未想到的部位。伴随着更高的能量在你肉身中传递，你的改变进程被完成，因为没什么会阻碍你经历你更高的现实。所以聆听身体，关注它的所需，因为肉身是你感知所有爱之美丽，正再次自由地流向你的工具。对身体表达感激会让你获得这样的智慧，这与一切生命强力的连接一起。所有生命都是造物，物质和非物质表达之间的区别很小，因为一切都来自爱，都在体验光到达无尽。我是来自天狼星的 SLUSA， 现在我对你巨大的意志力量去继续很长时间前就开始的搜寻表达巨大的喜悦，这让我们更加贴近。对于你们许多人在较低震动的搜寻就要完结，我们是来说明你进入更高震动中的搜寻能够提供非常之多。谢谢收听，感恩祝福。